这一次到澳洲来参加多元文化活动中心的跑土典礼，那么借这个机会，大家要我将《了凡四训》的大意再讲一遍。我想呢也很好啊。我们生活在现代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动乱到了基础，真正是《弥陀经》里面所说的无着卧室啊。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觉察得到，明显的感触到这个世间太乱了。由于人心的不善，都在造十恶业。那么大家也都晓得会有很大的灾难啊。西方的预言我看过六七种啊，中国的也看过几种，大家都说99年、2000年呢是世界末日。有些人听到啊人心惶惶，有些人听到啊认为这是一种传说，不是事实。那我们佛弟子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这桩事情？了凡四训的序文，印光大师讲得非常之好啊。大师是出现在民国初年，清末民初，距离我们现代不太远啊，这差不多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人。他是佛门的高僧，是净宗的一代祖师。他老人家在一生当中弘法立身的事业做得很多，令人敬佩。老法师是山西人，家乡的口音很重，所以在弘法方面呢，他有语言的障碍啊，说话大家听不懂，因此他老人家用文字啊，我们今天看到的印光法师全集全部都是用文字。一生当中啊，讲经说法了好像只有一次啊，那是在上海护国西斋法会，他讲了7天开示，最后传授三规五戒啊。那么这有这个记录流通，我想很多同学们都曾经呢读到过啊。这大概是老法师一生呢唯一的一次讲演，但是他用文字印诵经书善书来弘法立身，可以说是尽了一生的努力啊。我们知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备受
中国佛教界的推崇，一直到今天，提起印光法师，没有人不尊敬。在他一生所印的这些经书当中，反而这《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世全书》这三样东西印的分量最多。我从他的版权页去检查，概略的估计，这三种书他印送的分量超过300万册。这个使我看了非常惊讶。他对于佛教的经论，就是净土宗的典籍，也没有印过这么多。为什么他把这三种书这样大量的印行流通呢？我们现在才知道啊，挽救现在的劫难呢、要想救今天的灾难，佛法虽然好，来不及了。佛法太深了，懂得的人越来越少，依照佛法修学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这三种东西通俗，确确实实可以救度目前的灾难。我在很多年之前就曾经读到这法国16世纪的诺斯丹玛的预言集，但是我读到的是一种揭露的译本，不完整，所以我们看了之后也不在意。上一个月，此地的冯居士送了3本书给我，2本呢是诺斯丹玛的预言全集，另外1本呢是他的传记。我用了1个星期的时间把这3本书读完了，这3本书相当大的分量。读完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啊，诺斯丹玛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了凡四训里面所讲的孔先生，算命算得非常之准，他是一个博学多闻，精通天文地理，那个时候叫星象学，现在讲的天文学，所以对于许许多多事情的推论相当正确，但是他只知道这些事、这些现象会发生，不知道怎样去化解。他不懂。那么把这些事情都推给上帝，世间这些人造作一些罪业，违背上帝的意思，上帝现在发脾气了，要惩罚众生。那么这是他们的理念，我从这个地方就体会到了，印祖大量宣扬这3本书的用心，所以这个诺斯丹玛这3本书我看到太晚了，如果我能在10年前看到，我会努力做这段工作。做什么工作呢？将《了凡四训感应篇》呢翻成外国文字，向全世界流通，让大家知道劫难是我们自己造的，但是我们也有能力化解。所以我现在才看到，这个也是
缘分的。啊，所以我读完之后，我立刻就叫这个新加坡，我们自己有个翻译的小组，啊，里面一些同学们，赶紧把《了凡四训》，过去我曾经讲过，翻成英文。啊，虽然是亡羊补牢啊，我们总要尽心尽力去做。啊，所以真正了解事实的所以然的道理，我们才有办法啊，如何来救自己，如何帮助别人啊。所以今天呢，你们同学让我讲这个这四天呢做这个讲演，我说很好啊，我也很乐意给大家介绍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他这个表姐里面，这个表姐是过去啊讲大义的时候做了一个大纲啊。这下面阿拉伯页数，我们还用这个页数好了啊，大家好找，诸位看第十八页啊。前面这一段呢就不必说了，我刚才说的这些话啊，就是讲这个这一次讲演的因缘。我们看这个这赤八页了这一段啊，四训的宗旨。我们知道这个小册子是袁了凡先生对他儿子的教诲啊，教他怎样做人，怎样处事，怎样消除灾难，怎样积福。在中国历代用这些话勉励下一代的人非常之多，不止了凡先生一个人啊。他这篇东西，因为了凡先生是个虔诚佛教徒啊，佛教里面一些高僧大德替他宣扬啊，特别是印光大师，所以他才有这么大的流通量啊，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像了凡先生这种修学而这种成就，自古至今呢太多太多了啊。那么他这四篇文章的宗旨，我们把它分成两个段落，先总说啊，做整体的介绍。这个小册子总而言之是给我们说明一个因果的道理，你读了之后啊，深信因果。所以一开端讲人事，人有定数，事也有定数。定数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命运啊，这个命运呢确实是能够推算的出来的啊。古人不论是在中国是在外国啊，算命看相啊，乃至于中国人讲的看风水啊，现在外国人也喜欢看风水啊。连美国我知道许许多多美国人对风水都很有兴趣啊，占卜啊，这一类啊，有些人讲很灵验呐啊，有没有呢？决定有啊。云谷禅师讲得很好啊。这个地方我们就采取他的教诲啊，这个定数是
迷了啊就有，觉悟了就没有了。这个话怎么说？迷的人呢是凡夫啊，不但是六道凡夫，十法界都是凡夫。佛在大乘经上说，六道是个界限，六道里面叫内凡，六道里面的凡夫，六道外面的声闻缘觉菩萨佛，他还没有超越十法界，还是凡夫，叫外凡，六道以外的凡夫。什么人是圣人呢？超过十法界，那才算是真正的圣人。所以我们通常讲阿罗汉，圣人叫小圣，不是大圣。他只超越六道轮回，不能超越十法界。超越十法界才是真正的大圣。佛在经典里面将这个事情说得很清楚，说得很明白。我们六道凡夫迷，这个四圣法界也迷，没有觉悟啊。这个迷悟的标准就是见性，明心见性，那才叫悟。没有明心见性啊，都是在迷啊。迷就落在数量里面，换一句话说，你的命运，别说你一生呐，高明的人呢，你生生世世的命运，他都知道。所以你遇到佛，遇到这些大圣、大菩萨，他知道。小圣也有这个能力，但是能力有限。佛经上讲阿罗汉，阿罗汉能够知道一个人过去500世，那个算命就很厉害了，他能够算你过去500世、未来500世，比孔先生高明太多了。孔先生只能算你一世啊，来世就算不到了。所以是人呢，真的是有命运呐，这命运怎么来的？我们这么多年在大乘经里面读到了，是从你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来的。佛从这个地方给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人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是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六道轮回本来没有啊，六道轮回是自己造的，自作自受，不是别人给你安排的。因为有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在佛家里面讲，总称为烦恼，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分别就是尘沙烦恼，妄想就是无明烦恼，这三种烦恼啊，每一种烦恼啊都是无量无边，我们这烦恼通通具足，不知道有多少，所以才变成这个身啊，这个身是烦恼的果报啊，才有我们现在居住的环境，环境也是烦恼的果报。要晓得它从哪里来的。但是烦恼有投诉，所以就能够算得出来。你看孔先生给了凡先生算命，就算得非常之准了。
啊，我们到后面会提到。啊，这个小册子希望大家多看看，多读读。啊，我们有详细的讲解，也印成书了。我把这个书换了一个题目，叫《改造命运，心想事成》。啊，因为说《了凡四训》呢，大家不太容易了解它的内容。啊，它的全书的内容就是这八个字：改造命运，心想事成。所以觉悟就非常重要了。迷。这底下说的未能无心，就阴阳所缚。圣人无心，这个是什么心呢？心就是刚才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就是这个心。你有妄想，你心里有分别，你有执着，执着里面第一个执着这个身是自己，用这自己这个身呢，与外面所有一切人事物都对立了，这是迷惑，这是不觉啊，所以你就被阴阳缠缚了啊。在中国人讲阴阳。气数外国人呢讲磁场，讲环境的干扰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干扰你啊，你就不自在了你心里头常常在那里产生变化了。所以说一个人肾衰我们中国人说所谓的这个命运呢，有五年一转运，人在一生当中有最好的五年，也有最坏的五年命运是五年一转它有周期性的所以有肾有衰有心有肺呀，心肺是对事来说的，你的事业有兴旺的时候，也有失败，也有衰退的时候，都有定数。那么这些高明的预言家。我们可以把这个看相算命的都是属于这一类人，他推算的非常正确但是没办法改变，听天由命，随业流转了凡先生遇到孔先生这少年时候孔先生给他算命，算他一生呢他到寿命到53岁他可以做官做到县长53岁这一年的时候你的寿命到了你应当这个赶快辞职回到家乡这是我们中国人所谓是落叶归根不要死在异乡死在家里头。那么他每一年读书去考试那个时候考中秀才之后你的生活费用国家照顾你你这个一年拿国家多少待遇他都给他算得很准的廖汉先生每一年对照一点都没错，考试第几名命里头算第几名，他果然就第几名。
所以对于这个事情深信不疑。既然一个人一生命都定了，那还有什么话说？所以他的心呢就定了，没有妄想了。世间人追求功名，追求财富，他没有这个念头了。他晓得什么呢？求不到啊，命里头没有啊，你到哪里求啊？所以干脆就不想了。这样一来啊，他跟这个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了三天三夜，云谷禅师看他三天三夜没有打一个妄想，我很佩服他，你的功夫了不起啊，一般人做不到。他说了，说我之所以不打妄想，因为打妄想没用。什么呢？他说我的命被人算定了，还有什么妄想好打呢？云谷禅师听了这哈哈大笑，他说我以为你是圣人了，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这个凡夫，我讲这个小册子讲过很多遍。了凡先生是个标准凡夫，为什么呢？他不造恶，也不造善，啊，标准凡夫啊，随业流转。每一年他过的日子，果然照孔先生批的那个命呢去过日子。这个时候再讲也是很可悲呀！一点都不自在呀！这遇到云谷禅师，云谷禅师教导他了，他明白了，觉悟了，所以悟了之后啊，这个底下讲个悟，前面是个有，悟是什么呢？没有烦恼了，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都无了，那才叫悟。还有分别执着，没有悟啊。这个悟的标准在此地呀。所以佛给我们讲的好啊，妄想分别执着你通通有，你也是六道凡夫啊，有妄想有分别还没有执着了，执着没有了，六道轮回你就没有了，你就是四圣法界的众生了。我们佛法里讲的是声闻缘觉菩萨佛，这是十法界里面的佛，有分别，决定没有执着。如果连分别都没有了，那就恭喜你了，你就超越十法界了。超越十法界到哪里去呢？跟诸佛如来住一起了，一真法界。诸位要知道啊，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是一真法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也是一真法界可是十方诸佛所住的报土这一真法界都必须要把执着断尽，分别断尽，妄想呢断一部分，这妄想是最难断的并没有断尽，所以一真法界里面那一些众生还是有阶级的华严经上讲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还有四十一个阶级，这个阶级从哪来的？妄想没断尽，妄想越少的阶级越高，妄想多的
切戒就低，但是妄想最低限度破一品呐，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呐，圆教初住菩萨。这个跟诸佛如来思想见解都相通。我们要不读佛经，哪里会懂这些道理呢？哪里会晓得这个事实真相呢？所以十法界自己造的，六道自己造的，三恶道也是自己造的。你造善因，你得善果；你造恶因，你会受恶报。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所以我们要度自己，决定要破分别执着。破分别执着，说得容易，做就难了。这个是无量劫来的习气烦恼，哪能够断得了呢？所以十方诸佛刹土，为什么偏偏赞叹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宏愿确实跟诸佛如来不一样。诸佛如来刹土，我们要想到那边去啊，你要不断分别执着，你就没份了，你决定去不了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呢，不断也能去，方便在此地啊。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徒三杯九品，你能够断啊，执着断掉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生方便有余土啊，不是凡圣同居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了。如果连分别也断掉了，那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是十报庄严土啊，是通通没有断啊，分别执着都还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土啊，但是都能往生，这是十方一切诸佛世界里头没有的。可是诸位要听清楚哦，这个没有断也能往生，好，我们现在天天在造罪业啊，不断都能去吗？行不行呢？不行啊。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标准虽然讲你的烦恼不要断，但是你要有能力控制啊，控制比断呢，那实在讲容易的太多了啊，讲控制，让我们不起分别，不起执着，控制容易，我们能做得到。要想断的话，实在讲做不到啊。用什么方法控制呢？方法又简单又容易，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个法门怎么修呢？我那个分别念头才起来了，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压下去。我执着的念头起来了，一句阿弥陀佛把执着压下去。这真用功啊，不可以让分别执着让它去发展，发展就造业了。念头才起，佛号就提起来，古人所讲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你觉悟快呀，这个觉就是念佛。念头踩起来，一句阿弥陀佛把它压下去。石头压草啊。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压久了，功夫就得力了。在日常生活当中，确确实实执着
逐渐淡薄了，啊，执着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念头啊淡薄了，啊，那功夫好的呢，为自己的念头没有了，起心动念呢为社会为众生，啊，不再为自己了，啊，你能到这个时候，啊，到这种境界。就是念佛法门里面所说的功夫成片，啊，这功夫成片是什么境界，什么意思，我们要清楚。功夫成片的人不会再起一个念头为自己，还有一个念头为自己，你功夫没成片，换句话，功夫还不得力，往生极乐世界没有把握啊，到功夫成片，那就叫功夫得力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把握。啊，诸位要知道，世间是一场梦啊，世间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何必造作罪业呢？那所以真正觉悟，真正明白，不再造罪业了，不再干傻事情了。啊，对人、对事、对物，我们从心地里面这个念头改变过来了。那过去迷的时候，啊，这是普遍的，六道众生个个都有，总想控制别人。管别人的事情，啊，控制一切人事物，啊，占有一切人事物，控制的念头，占有的念头，这个念头就是造业的第一个因素，啊，觉悟的人呢，把这个放弃了，舍弃掉了，不再干控制一切人事物这些事情了，也绝对不造作啊，占有一切人事物的这种行为啊，能够把这个放下了，给诸位说得大自在啊，真正身心安乐，福慧增长啊，这是真正的福报，真实的智慧。我们这个智慧福报就是被这两桩事情啊障碍住了，就自己本有的智慧不能现前啊，本来这个性德里的具足的无量的福报也不能现前啊，这个道理，这些事情如果不是佛给我们说，我们决定不会知道啊。所以祸福的转移操之在人，这人自己啊，操在自己手上啊，命运是自己造的，命运可以自己改啊。所以人能够把自己舍掉了，为社会为众生，就能与一切诸佛菩萨感应大教。为什么呢？一切诸佛菩萨他就是这个心，就是这个念头，你这个心愿呢跟诸佛菩萨心愿完全相同了，诸佛菩萨立刻就加持你，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我最初学佛啊，我26岁学佛，亲近张家大师，张家大师教导我的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如果有求没有应啊，这个里头决定有障碍。障碍是什么呢？业障啊，自己有业障啊，啊，那用什么方法呢？忏除业障。你所求的就现前了，
所以佛家讲的修行啊，无量法门，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忏悔。无论哪一个法门都是忏悔法了，忏悔的方式不一样啊，手段不一样啊，效果相同啊，我们一定要忏悔，忏悔说为自己错了啊，我们想求名，想求利，想求别人恭敬，都是错误的呀。我们到这个地方想求在这里拿到个功名，拿到永久居留，都是错误的呀。你们以为这个地方是佛地呀？不见得。你看看大预言里面讲的。南北极要调转。热带的地方会变成寒带，寒带的地方会变成热带。地壳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许多这个大城市都会沉到海底。海底里面的土块在挤压出来又变成高山。中国古人所讲的沧海桑田啊。所以我奉劝这一些老的佛教徒们，什么地方最安全？修福最安全。你有福报有德行最安全啊。真正灾难来了，共业我们不能够抵御，我们有好地方去，我们移民到极乐世界，没有这么多麻烦呢，不要求人呐，哪里需要看人的脸色呢？何况真正觉悟的人，没有生死这个观念，没有时间的观念，生命决定是永恒的，刹那在转变的。我们将来的生活越转变越殊胜，越转变越好啊！境随心转，所以归根结底修心重要啊！中国古老的祖先，我们用现代眼光来看，许许多多诸佛菩萨在中国实现，那些人充满了真实的智慧，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民族里很少啊，不能说没有，没有中国多。中国的文字智慧的符号，这是外国文字看不出来。你看词典讲的祸福，你看看这两个字的样子像不像？很相似啊，说明是是福是祸，你要认清楚啊。世间许许多多人把祸当作福，把福当作祸，远离福去亲近祸，祸害啊！祸福这个写法的时候只差一点点了，很容易会有这智慧的符号，你要看清楚啊！外面形式差不多啊，里面的心不一样啊！所以从这些这个文字符号里面就叫你开智慧，就叫你觉悟啊！所以是积善断恶，消灾福来了啊！我们今天移民要找个好地方，到哪里找？在心地上找，外面境界上找不到。
啊，如果外面境界上真的被你找到了，你可以消灾免难了，因果定律推翻了，命运的这个说法也推翻了，那哪有这个道理呢？因果这个道理，诸佛如来都不能推翻，都没有办法改变，这是真理呀，永恒不变呐。转变完全靠自己觉悟，觉悟的人才极善呢，才断恶。灾从哪里来的？灾从恶来的。你的念头恶，你的思想见解恶，你的行为恶，招来的灾祸。人祸最大的战争，这人为的灾祸啊！佛告诉我，人为灾祸从哪里来的呢？是跟一切众生借恶缘来的。我们在佛家了典籍里面常常看到一句话啊，假设这个世间没有战争了，这个战争完全没有了，佛说了只有一个条件，除非众生不食肉啊，所有一切众生都是素食，不再吃众生肉了，这世间没有战争。如果这个世间人还有吃众生肉的，战争就决定不能避免。为什么呢？冤冤相报啊！佛经上讲，人死为羊，羊死为人。这举个比喻来说，人吃羊肉啊，那个羊死了之后来生变人呢，人死了之后来生变羊，又吃它，是吃来吃去。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个报复不会报复的恰好啊，都会过头一点呢。每一次报复都过头，那么到今天就变成核子战争了。就造成了大的这个毁灭了。冤冤相报。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澳洲政府推动多元文化，我前几年到此地来，听说这个讯息，我深深受感动了。这个有智慧要晓得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希求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大家都能够消除种族宗教的歧视，消除一切误会，消除一切隔阂，使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能够共同在这个社会上生活，互助合作，共存共荣，好事啊！而实际上，最初推动多元文化的是谁呢？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第一次讲的经典《大放光佛华严经》，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看到170多种不同的族群，比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多不同的种族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信仰种种不相同
他们都能够相处在一起，都能够踏进华藏世界，能够和睦相处。佛给我们展示一个模样啊，他们能够这个不同的族群能够相处和睦相处，我们为什么不能和睦相处？我们应当要向他学习。所以《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活活种种不同文化族群的教材啊。那么换一句话是，正是解决我们现代这个世界上一般人所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那么今天澳洲政府难得都在推动，能不能落实呢？还有问题。今天我们参加这个破土典礼，我听到每一个宗教的这些领袖们为破土祝福主持都很好听的，但是能不能落实？不能落实，这祝福也都落空，空说了所以最后轮到我讲话我就提醒大家，我今天的祝福是希望所有宗教的这些领导人，他们的祝福都能落实要怎样才能落实呢？心量不大不行啊！佛家讲的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要有大心量，要放弃对一切人事物的控制，对一切人事物的占有，这个祝福就落实了。我们还有这种不平的心我比别人高一等，人家都不如我，永远不会落实所以华严经上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万法平等，我们要深深体会这个道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呢，给我们自己一个生命共同体这个生命是什么呢？法身大家晓得，一切诸佛如来有法身，我们也有法身，我们的法身跟佛的法身是一个身，不是两个身的你什么时候要真正证得法身了，你就成佛了，你就真正觉悟了这个话不好懂所以我举比喻来讲刚才这移民部长来看我，我就用比喻告诉他说明多元文化是事实，是真理。我们一个人身这个好懂我们这一个人身体是多元文化了眼睛是一个族群，耳朵又是一个族群，这个族群跟这个族群不一样我们身体每一个器官就是一个族群但是它是共同一个生命每一个族群都第一眼见第一，耳听第一，鼻嗅第一，舌尝第一，没有第二的。要有第二，不就打架了？我们这个族群要一打架，人就生病了，再打得严重了就死了。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佛了解整个虚空法界是一个身体叫法身呐。所以我们在佛教的经典里面，你所看的个个都第一，没有第二的华严经170多个族群个个第一，没看到第二这个楞严经里面分类比较少，
你看二十五圆通章，二十五位菩萨，个个第一，没第二。啊，个个都第一呢，就平等了，才能和睦啊。啊，有高有下，有第一有第二，就不能平等了，就有争执了，就有斗争了，问题就出来了。啊，我们今天要学佛，学什么？学清净平等。啊，知道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通通是平等。我们跟诸佛菩萨也是平等。啊，所以说生佛平等的，把众生排在前面呢，佛排在下面呢，众生跟佛平等啊，啊，平等真法界了，平等就是一真法界。那么换一句话说，所有一切差错都是从那个不平的心生出来的，不平就是迷惑颠倒，不了解事实真相啊！啊，所以一定要懂得，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啊，在事法里面，啊，比如教学啊，一个学校啊，学生犯了过失了。啊，做了不好的事情了，可以把它开除掉。佛法里头不能开除啊！啊，我们总不能说的时候，我们这一个身体，啊，这个眼有了问题了，把眼睛挖掉、割掉，不要它了，开除掉了。这是病态呀，不是健康啊！啊，什么是健康的呢？要把它恢复正常，帮助他了啊！所以佛法里头没有开除人的啊。佛法的教学要把恶人变成善人啊，教化他，教导他，改变他，那个化就是教学的成就啊！啊，变化了啊，恶变成善，坏变成好啊！你变成物啊，反变成圣啊，佛法的教学啊，经典上说的很好，佛是门中不舍一人，一个人都不放弃啊，怎么可以把人开除掉了啊？怎么可以说不要呢？那是迷，是不负责任的话啊，教不好。回过头来反省自己，我自己不好，我自己为什么没有办法感化他？我们自己觉悟才会有进步。决定不能把过失推给别人。真正佛菩萨，众生的过失担在自己肩膀上，好事给别人啊，别人的功德，别人的好事，过失都是自己的。这是个好老师。是个负责任的老师啊，决定不能把这个过失罪业都推给别人，那个罪业是极重了，比自己造作任何罪业还要重啊。所以佛家的教育是一种深度感化的教育啊，他明白这个道理了，知道啊，善恶是有报应的啊。讲清楚了，讲明白了，他还要造恶，将来受报，他不会怪你啊。原来老师从前教了，我没听嘛啊，不能怪人。如果你没有教他，他造作这些恶，将来受报，他怪你，你为什么不找不告诉我啊？让我堕阿鼻地狱。所以一切讲清楚讲明白，不但要讲清楚讲明白，更要发大慈悲心，做榜样给学生看。
佛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佛的这些弟子、菩萨、罗汉，都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再往下来，这些历代的祖师大德，哪一个不是给我们做好样子？我们要能够观察得出来啊，要能够体会得到啊，知道自己怎样去学习。他是我们的典型，是我们的模范。我过去亲近李炳南老居士，李老居士非常谦虚，不以老师的身份来看我，他降下一等，以同学的身份来看我，他是印光法师的学生，他教我学印光法师。其实他的行持跟印光大师没有两样。自己的生活降低到最低的水平。李老居士一天吃一餐的，生活非常节俭。我跟他那个时代，每一天生活费用2块钱台币。在那个时候，每斤1块钱，大概差不多换40块台币。他一个月生活费用每斤值1.5块。一天吃一餐。他的衣服都是穿了30-40年的，里面的内衣都是补补丁的，穿破了补起来再穿。袜子也是的。诸位现在到台中纪念馆里面看看他的遗物，你就晓得了，那是什么样的人。他能不能过好一点生活？能呢，他有钱呢。他是奉司官府的主任秘书，那个阶级很高啊。待遇也很厚啊，他用不完呢。他可以请几个人来照顾自己生活啊。住一个那么小的房子。那么他还兼了2个学校的教授，都有收入啊。他把他所有的收入，除了1个月60块钱生活费用之外，全都做了慈善公益事业。我看他一生呢，那不是作假的，念念为利益众生，念念呢想帮助社会。教学非常认真，讲经在台中38年，从来没有休息过。他也是天天讲啊，正式给大众讲经，1个星期1次，星期3。每一天为台中联社莲友们讲开示，天天都有。台中莲友，我在那个时候20万人。他们分成48个班，每一个班都几百人呢。每一个班每一个月跟老师见一次面，提出问题请老师解答，老师给他开示，所以他一个月只有30天呢。有些班数人数少的就后班，所以他天天要开会，天天要答复大众问题，天天要给大家讲开示。
不辞辛劳，还要上班，还要教学，还有一些人生病找他看病，他的医术非常高明，所以通常有人要跟他见一次面，要一个星期以前约定时间，不约定时间决定找不到他。生活过得那么艰苦，那是我们的样子，一丝毫不敢浪费。我们今天是什么心智？是我们就连出家想往生，想不堕三恶道，很难啊。这些大善之士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我们要效法，要学习，一切是为大众啊。这个地方建立道场为谁啊？为这个地方啊，不为我自己啊。我对于道场没有一丝毫留念之心呢，这个大家看出来啊。台湾道场你看一折，通通折掉，念头都没有啊。美国的道场也都折掉了。此地你们如果不愿意我来啊，我这通通供养你们了，我就不会再来了。我过得很自在啊。这是什么？这个就是积善修福啊。为大家做的是积善修福，为我自己做的造罪孽啊。这一些众生供养的钱啊，连郭兰姆都晓得因果钱呐，我怎么敢用啊？佛门里面说的很好啊，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完，那是讲你要还债，还债之前还要堕地狱变恶鬼，还受罪，罪受满了再变畜生的还债啊！你用的多，现在用的很自在，到还起来就不自在了，就够受了啊！所以我们怎么敢啊？印光法师信徒供养他的钱多，全部都印经书布施，做法布施。我一生学他啊，所有一切信徒对我的供养全部都印书了。我们今天要消灾免难，不修福怎么行呢？不断恶怎么行呢？不断恶灾就消不了啊！无论你选择什么地方，到最后你都会落空啊！绝对不是你心里头所选的，那完全错了啊！你要把那个心转变过来，要改心呐！所以这个结论讲啊，命自我造，数不能取。命运是决定自己造的，自己决定可以改造命运。你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这个方法，人家再给你算命就不灵了，就算不准了。我在没有学佛之前，很多人给我算命，都是我短命，过不了45岁。我非常相信我也不是完全迷信，我自己家里头好几代了我所记得的我的祖父、曾祖父、父亲家里面些长一辈的都没有过过，都没有超过46岁所以他们说我过不了45岁，我相信多少代了
都没有长寿的。算我的命里头没有福报。日子过得很辛苦啊，我都相信。这幸亏好的时候还有一点小聪明智慧。遇到佛法了还能够理解。还喜欢好学。我的命运是这一生转变的。这一生改造的。所以有一年蒋经国先生就任第六届总统的时候台北市我们举办了一个人王法会，我讲人王经讲了20天。法会期间当中遇到甘珠和佛这个也给我是老友了。甘珠看到我了很欢喜，把我找到身边告诉我，他说你从前呢，我们在背后都批评你都讲你，我说什么，讲你人很聪明呢，可惜没有福报又短命啊。我说这个我自己早就知道了，这个没有关系啊，早就知道了。他说你现在这么多年了这个讲经说法弘法利生呢，你的命运转了，说你会很长寿啊，福报很大了。他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可是很不幸，到第二年呢，甘珠就走了。这是在台湾呢密宗的一个大德，他是张家大师的学生，我也跟张家大师学，所以我们两个是同学的身份。他年岁比我大，大概大十几岁的样子。一定要真修啊，会改造命运的。这是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没有寿命可以求长寿。没有福报可以求福报。有求必应。没有一样求不到的。尤其是不为自己，为众生求的。所以底下这个讲改造命运。经训必居善根福德因缘。你要具足这三个条件。善根福德都是续世修成的。什么是善根？明理是善根。性节是善根，戒出善知识，亲近善知识，对善知识的教诲能信能解能够懂得，这是善根。能行是福德，你相信你懂得了，你肯去做，这是福德。人有善根有福德因缘呢，佛菩萨会给你促成，这就是感应。善根福德是能感了，因缘就有应。佛菩萨来给我们做增上缘。所以下面这一段呢，须知道理方法境界，这你要真正能懂，能够透彻。改造命运就不难了。人在世间，诸位也晓得，最难的是寿命的，这是很难的事情啊。你的寿命能够延长，你的身体能够健康，不容易。这一桩事情都能做到，其他的都是小事，
比这个都容易。啊，尤其遇到念佛法门的因缘是无比殊胜，啊，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往生不退成佛最难最难的了。这桩事情都能做到，其他的事情哪有不能成就的？啊，所以一定要晓得，不能成就，张家大师讲的，我们自己有业障。自己一定要反省，要改过自新，啊，真正改过自新，与诸佛菩萨立刻就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啊，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众生，不要为自己，啊，为社会，为众生，给诸位说，真正为自己，啊，为自己决定保不了自己，啊，为什么呢？无量劫来烦恼习气罪业太重了，啊，这一生怎样为自己修，功德都非常有限，敌不过业力。念头一转，啊，为众生为佛法，就能转变自己的业力。啊，所以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后面这个四条就是正文的这个四大段。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